好，各位利益的家人们，今天我给大家来展示我们加德里A生活饮水宝、加德里A生活沐浴宝的产品实验。那么在做这个实验之前，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水跟人健康的关系。第一，大家要明白，人类喝水不是喝现在的自来水、纯净水、矿泉水，而是呢喝天然水开始的。在30年、50年前，我们人类就是住河边喝河水，住山边喝溪水，有些村庄喝喝井水。水哪里来的呢？是天上下的雨水。但是大家想想，天上下的雨水能直接喝吗？答案是不可能。那么这些雨水下来必须经过一个很大的锥体，这个锥体就是泥土，经过土壤过滤，最后到江河、湖泊、水井、地下，才给人类饮河用的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两个作用，泥土起到第一杀菌消毒，第二把天上下的水的杂质过滤掉。好多家人问，天上下的雨水不是很干净吗？天空中哪有杂质呢？你可想着为什么叫雾霾？这些粉尘颗粒都会在雨水中携带下来的，所以这个过程我相信大家要明白。那么在50年前，我们人类住在河边的人用河水，特别是你想想中国78条主要大的母亲河，人来生成的，我们不说国外，就说国内。那时候这个河里有人洗衣服，有人刷马桶，有人洗澡，有人洗农作物，有人洗蔬菜，但是也有人把它挑回家倒在水缸里，口干了直接喝啊，人不生病。这里面的原理就是水有起到一个自动净化功能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我跟大家聊聊，其实人是水住的。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，婴儿含水量高达90%以上，所以他的皮肤白嫩白嫩的，湿滑滑的。随着年龄在增加，水分在流失，到了儿童含水量已达低于85%了，到了成年人我们的含水量几乎低于75%了，到了老年人我们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65%以下了，人临死亡的时候水含水量已经低于55%。所以人的一辈子是因水而生，因水分的流失而衰老而死亡。我相信各位家人好多美女用了好多化妆品，什么美白的、保湿的、补水的都用，是不是？什么知名品牌的、国际一线品牌的什么都用，但是你再怎么用，花了10000-20000块钱一套保化妆品用，保湿的、美白的，回家跟你孩子比比皮肤，你咋都比不过。什么水分流失了，肌肤弹性丧失了，所以人是水住的。第三个跟大家说说，人是水养的。有句话我相信大家都明白，好水能养人，坏水使人生病。我们明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就写道，水是来药治亡。在《黄帝内经·素问篇》里面明确也写明水是万药之首。近代科学家、医学家，特别是美国的巴特曼博士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水是最好的药》，这本书在新华书店有卖，以37个国家译文翻译，供不应酬，现在翻译了40多次。西方社会把它跟圣经相提并论，它不用任何药物，就用水治好了好多病。这病种类有3000多种，包括癌症、心脏病、早衰、血液的病都能治好。第二个科学家，日本江本胜教授，用了30多年的时间研究水的各种功效，发现水有感知能力、记忆能力、乳化能力、分解能力、致敬能力这些功能，所以他写的书名叫《水知道答案》。
所以我希望家人们有机会好好的去看看这本书，看好这个书水的人体的健康关系。这是第三个话题。第四个话题，我跟大家说一说，现在人喝水喝到误区了。第一，不倒可乐的时候不喝水；第二，天天烧开水；第三，把自来水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连体饮口用；第四，更是土豪花钱卖这些纯净水来当生活饮用水，这是很大的误区。我希望家人们等一下好好的在实验中看，你就明白这些水是起到什么作用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长期饮用，这样子出现的问题，这四大误区要明白。好，第五点，我跟大家聊一聊，我们好多人烧开水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为呢，烧开水能喝到干净的水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水在烧开的过程中有两大误区。第一，水中本来很多溶解养分，一烧开的时候养分被挥发了，蒸发了，没了啊，它就缺氧。我们把烧好的开水凉掉之后拿来养鱼，养养看，鱼马上就死掉。我们把烧好的开水凉掉之后拿去浇花，浇浇开，花也被死掉。所以说它是缺氧的效果造成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水中本源亚硝水也含量很低，每升水里面只有 0.00 几毫克，而一旦烧开水，亚硝水盐的含量会成几百倍增加。亚硝水盐也是一种致癌物质，也是促使老年痴呆的一种物质。所以家人们，在烧开水过程中，现在自来水是采用加氯消毒法。我们国家生活饮用水自来水没有实现分子供水，在水中是用添加漂白粉氯来杀菌消毒的，但是氯留下来的烟生物在高温烧的时候，它会产生另外一种物质叫三氯甲烷，三氯甲烷的致癌性是氯的四倍以上。所以说很有名知名的一个科学家就提出，人类把氯添加于水中等于启动了一颗定时炸弹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由于氯添加水中，我每天吸收喝进水，每天使用一点，但是人体喝下氯排出身体的是没有氯，所以说天长日久积累下去，几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积存，那么这些氯已经突破了人体内的抵抗能力范围，人就发生病变。什么身体机能差，他就暴病，生什么病？所以说我们要明白，加氯是国家的事，除氯是我们自己的事。那么我们想想，以实验展示一下，这个自来水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，最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好，第一杯，我们倒自来水。我手上拿着一瓶叫做余氯测试剂，化学名称叫 OTO， 是国家水质检测部门专门用来测水中氯的含量的。这个水中含有氯它会发黄，没氯它不会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在这杯水中滴四滴，我们滴了四五滴余氯测试剂，我来搅拌一下。各位家人们，大家明白地发现了，这杯水马上就黄了，它含氯发黄了。这边有我们的余氯测试剂的电比值，我们来看看这杯含氯的自来水，经过我们余氯测试检测，几乎达到 0.5 到左右的氯量。那么国家生活饮用水有个标准，就自来水厂出来的自来水含氯量大于等于 0.3 毫克每升，流到我们家里的自来水，它的含氯量是大于等于 0.05 毫克每升。这一股水是我们家里水龙头放的，
那么它的力量现在达到 0.5 左右，夸大了10倍，说明什么？原水中有细菌繁殖高，藻类高，水不干净，国家治理水厂只能添加氯的倍数，多投放来达到杀菌消毒。好，作为水跟我们生活离不开自来水，我们每天起来洗米做饭是用的自来水。那么我们把大米倒下去看看，洗一下大米。平时我在讲的时候，好多家人洗米都洗了30次，我们今天看看我们洗3次。第一次我们把含有漂白粉的自来水倒下去，我们搅拌一下。好，这么搅拌一下，这个频率比大家洗米的频率还要低。那我们再把它倒出来看看，我们对比一下，发现黄色没了。那么我们也用滤测试剂去检测，我们再搅拌一下，大家明白发现漂白粉滤没了，哪里去了？我相信家人们都知道，都被大米吸附了。最后大米干嘛用了？被我们煮饭吃到肚子里去了，连带的漂白粉都吃下去了。那么我们洗第二次看看，我们洗一次吃一次，洗第二次也没了，吃两次，洗第三次搅拌一下也没了，洗好多次它都没了，最后都吃到肚子里去了。大家别恐慌，因为平时也吃习惯了。好，这是我们洗米的一个过程。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洗菜的一下。好多家人我相信都知道，说蔬菜有农药残留，买了青菜放水中泡，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一大盆水把青菜泡下去，说青菜蔬菜就有农药，我们泡泡农药泡出来。那么我们看看，今天我们把这个蔬菜也放下去泡，我们放下去，我们泡一泡看它有没有农药，大家看看一下，我们倒下去，这杯多倒下去吧，我们再倒一杯自来水，我们倒下去就这么泡一泡倒出来，最后大家发现白了。我们把余氯测试剂啊，这杯自来水，这杯经过清脆泡了的自来水，我们底下看看，自来水还有漂白粉整个黄了，而清脆泡了的根本不变色了。大家都明白了，这个漂白粉哪里去了？都被蔬菜吸附了，蔬菜都被大家吃肚子里去了。那么蔬菜农药残留这个说法是有的，青菜这些白菜农药哪里来？是小菜苗种下去，虫子咬吃它，所谓菜农打了农药。随着这个蔬菜长大，这些农药残留是不是跟蔬菜里面的水分结合一在一起，这菜里面有农药了。所以虫子很敏感，它的嗅觉很灵敏，闻到蔬菜里面农药不吃它，而我们人类不知道还是吃，带着农药吃。那么可想而知，想想这个农药已经进到蔬菜里面的水分去了，你能把农药泡出来吗？答案是不现实的。除非一个条件，其他东西进去，水分进去，把蔬菜水分灌。所以有些直销营销公司把洗洁精说能把农药洗干净排出来，我跟你说这是不现实的。你除非洗洁精进去，蔬菜农药出来，那你不是吃洗洁精吗？所以家人们别信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，这是我们洗菜的一个过程。第三个，我们来洗一洗水果。今天我拿着苹果，我们切一点来洗一洗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苹果切了放进去，我们把含有漂白粉的自来水倒下去，苹果泡一泡，我们晃一晃倒出来。大家很惊讶发现漂白粉没了，答案是漂白粉被苹果吸附了。我们检测一下，
我们也滴了四滴去检测一下，根本没有漂白粉，都被苹果吸附了。这个苹果哪里去了？吃到肚子里去了。我相信家人们都知道。好，时间走到现在，我们水中的氯跟食物接触都被吸收了。那么其实我们一个人在生活环境中，光是什么洗菜洗米洗水果啊，吸收吗？错了的。平时我们每天早晨洗脸刷牙用什么水？家人们肯定都明白，用的是自来水。那么好多家人口腔溃疡为什么一个星期最好？就是说你平时用自来去刷牙，自来水刷牙，你得了口腔溃疡的时候你也用自来去刷牙，你的口腔溃疡就好得慢。我们下面来看看，我们有请一个美女来帮我们来洗个牙好不好，漱个口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倒一杯自来水，你们把这杯自来水一大口喝一杯到嘴里，马上吐到这个杯子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把这两杯水放着，我们看看，这一杯是自来水，嘴巴没碰过，我们滴四滴试剂。这一杯自来水和美女嘴巴碰了一下，我们滴四滴试剂。两杯水同样的试剂，我们搅拌一下。这一杯自来水是黄的，漂白粉很多的，而这一杯呢，被口腔黏膜吸附了，漂白粉没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氯哪里去了？都被刚才的美女嘴巴吃走了。好，那么这就是你口腔溃疡为什么好得慢，因为你用氯去嘴巴里吸附，它又氧化你的黏膜，口腔黏膜，所以你就好得慢。下次建议大家，平时口腔溃疡了，不用自来水去刷牙，上街买卖纯净水刷牙。一般情况一到两天，你纯净水刷牙，去买几个猕猴桃吃吃一两天，你的口腔溃疡就好了，根本不用找医生，也不会痛一个小时，一个星期以上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用自来水生活中的另外一个洗脸刷牙。那么其实我们人类用水量，家人们明白最大的是我们洗澡的用水。那么今天我们让哪位家人来帮我们洗个澡，大家说庄老师这个不现实，那这么多拍视频录像给大家讲课看，那洗澡洗了哪能看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就很简单来洗个手，刚才美女来帮我们洗个手，来看一下我们那个碗放在这里，你手放下去，我们把自来水给他洗个手。好，你拿着把手掏几下，哎，好了，我擦擦干，谢谢。这是美女洗手洗了的水，我们把它倒下来，我们用氯滤去测试去检测一下。我们假如说漂白粉这是不是跟这个一样黄，我们一搅拌根本都没了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氯哪里去了？被他的手吸附了，被他的皮肤吸附了，还有呢进到他的毛孔，进到血液。所以好多家人们要明白，平时洗澡用自来水洗的时间长一点会感觉痒的，皮肤痒的，它就是对氯过敏的，也是被氯氧化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好把氯去除掉，添加氯是国家的事，去掉氯是我们自己的事。好，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今天这个氯我们有什么方法能把它除掉了。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带来一个我们的氯芯产品，是我们嘉德利爱生活饮水宝滤芯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饮水宝爱生活滤芯，饮水宝的滤芯，我们把它含漂白粉的自来水经过它过滤一下，倒下去是黄色的，还有漂白粉的自来水，
而经过加德利埃生物饮水保证性估出来，它马上就不黄了。我们也检测一下它能不能有效。好，我们检测了一搅拌，绿丝马上没了的，都被这个饮水保证性所转化了。好，那么为了防止这个饮水保滤芯出来那个室内水压里，我们将饮水保有个护滤芯放在上面的。我们看看，我们把饮水保护滤芯放在这上面，下面的滤芯是没经过过滤的水，有滤的，我们把它碰几下看一看。1、2、3，我们轻轻做外表是挡住的，这一碰这个水就没滤了，它能瞬间把水中的有害的氯转化成对人体无害的氯，通过我们的检测，这试剂也没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加德里爱生活饮水宝沐浴宝的第一个功效，能净化取余氯的效果。好，讲到现在，好多家人会想着，那老师我有钱，我现在有钱，自来水这么有氯有害，我不用，我买纯净水喝。这个想法人很多，那么我们来喝喝看。这个纯净水是一个知名品牌的，我相信大家都喝过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把这杯纯净水倒起来，它是什么样的水。纯净水，纯净水是又是一个干净的水，纯净的水。那么市面上现在卖的纯净水各种品牌也有很多，那么并且市面上所造的纯净水机更多，他们出的都是纯净水。今天我手上拿一根导电笔，我这个导电笔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水有什么差别。第一，我们检测一下自来水，把导电笔放到自来水水壶里去，马上亮了。大家发现了没有，这个自来水中虽然有氯，但是它有好多矿物质在，它会亮灯。第二个，这是一瓶矿泉水，也是一个知名品牌的矿泉水，也是能喝的。我们来看看，放下去它也是亮的，它有矿物质。第三，我们刚才做实验的蔬菜是哪里啊？土壤中种出来的，我们人体吃的，我们放下看也亮的。因为蔬菜里面这很多矿物质微量元素，所以什么呢？第四，我们做实验的苹果，我们看看也是亮的啊。做到这个时间想起来，上次有小帅哥就说，老师这个灯泡好，没电的时候可以亮灯啊，要我买的。其实我们开个玩笑，这个亮灯行吗？只是短时间的啊。那么所有这些食物是不是跟我们人类相关？自来水好，矿泉水好，青菜好，苹果好，是不是都吃到我的肚子里去？所以我是吃这些东西的，你看看我身体的水分也是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矿物质微量元素我吃到身体里面水分，我身体里面好多矿物质微量元素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灯会亮。那么今天我们来测一测这个纯净水它是什么样的，是根本不会亮的。刚才一闪亮是里面还粘着那个水骨茶了的，不会亮的。那么你看看这个纯净水它根本没有任何矿物质微量元素。那么假如我天天把这个纯净水来喝下去，但是排出身体水分它有好多的矿物质，喝进去的没有，排出去增加。就像2009年上海一对年轻的夫妇生了个男孩，给他儿子用纯净水泡奶粉，喝了3年多，儿子不会说话，不会叫爸妈，不会走路。你想想，最后诊断是软骨病，矿物质严重缺乏。那么这个纯净水，你们大家要看看，我刚才跟大家说，让大家看看姜本胜教授关于水质的答案。其实他有记忆能力，有感知能力，
这自来界流淌的水，它有很多矿物质、微量元素跟它结合的，它记住了。而通过蘑菇的技术，把纯净水矿物质去干净的时候，自来就是水，它记住了。那么喝到的人身体之后，这些纯净水它就会记住原来的矿物质，它把你身体里面所含的矿物质拉出来跟它组合，最后通过我们的消化系统排掉，通过我们的汗液尿液排出去，喝进去的没有，排出去的增加，最后造成骨质疏松、痛风、高血压，这些现象都出现。60岁以上老年人，假如喝纯净水2年以上，你就完全造成身体的免疫能力低下，高血压、痛风都会发作，骨质疏松症。所以家人们一定要记住，纯净水是解决你有水喝跟没水喝的时候，水污染了没水喝，你可以用纯净水救命，但是对人的健康来喝，你根本不能用纯净水。所以不要迷信在市面上什么买来的几万块钱一天的纯净水机，价格越贵就越好，结果什么喝的自己免疫能力都没了，它是一个实体的产物，一个实体的产物。好，各位家人们明白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把这杯什么矿物质都没有的纯净水，经过我们嘉得利爱生活饮水宝沐浴宝的滤芯过滤一下，没有水压力，流得慢一点。大家发现我这两杯水过去了，这是一杯纯净水，根本没有矿物质，我最难给拿个到底杯，来回两个，我们放到这个纯净水进入过滤，它马上等量，所以它就含有了丰富的矿物质，特别是我们加添加的一种对人体现在身体非常缺少的叫锌离子。那么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锌离子，其实人类呢发展过程中有三大创举，对生活中以前内陆地区的人发现甲亢病特多，眼珠子大脖子粗，就像赵本山小品说不是大块就是虎符，其实什么原因呢，是缺碘造成的。所以科学家最后发现了缺碘引起甲亢病，所以后来把盐中加了碘，添加碘，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内陆地区内地的吃的都是加碘盐，那么现在甲亢病很少。第二，一些贫血的人也多，所以以前买保健品这些什么补血冲剂，什么红桃 K 呀、什么多日口服液啊，什么这些补血的很多，那么现在大家发现补血的这些产品就很少了，市场没了。为什么没了？科学家发明了缺血贫血就是缺铁元素，缺亚铁离子，所以科学家在现在酱油中加了铁，平时搞的酱油炒到菜什么酱油吃的人就不缺血了，所以这是人类的第二大创举，酱油中加铁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水中加锌，现在人好多缺锌，好了，小孩子缺锌，什么用的葡萄糖水锌口服液啊，什么口服液补锌，其实是补不进去的，因为包括缺钙的人也一样，孩子缺钙的人必缺锌，先补好锌才能补好钙，锌不补好钙也补不进去。所以今天我们来水中补锌，实现人类的第三大创举，给家人们带来一大很好的福报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的锌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我们把这杯纯净水也分一半，这杯纯净水经过我们嘉得利饮水宝过滤的也分一半，我们有两个实验要做。第一半我们大家来看一看，这是纯净水不亮灯的，而经过嘉得利饮水宝是亮灯的，那么我们拿锌离子测试剂去检测一下，这试剂颜色是青灰色的啊，那么我们看看这没锌的，老古话说没良心的锌是黑的，我们滴下去看没良心，好，它跟试剂颜色一样，青灰色的是黑的，而经过我们嘉得利饮水宝的过滤之后，你看看
马上是有良心，心是红的，马上是别的，是红的。所以说这就能很好的解决人缺心补心的问题。那么那缺心会有好多的问题，那么家人们自己去网上找一找，百度一下缺心给人体的威胁危害，都能知道这答案。好，这是我们加德利饮水宝、沐浴宝的第二大效果，叫矿化提心功能。那么接下去我跟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加德利饮水宝、沐浴宝的第三大功效，就是露解化功能。大家都知道酸性体质是万能之源，我们来看看人生病其实首先是身体内体液水化。一个健康正常的人的体液 pH 值指数是 7.35 到 7.45， 低于 7.3 人体就处亚健康状态。医学研究发现60岁以上老年人 73% 以上处于酸化，体液酸化 pH 值都低于 7.3。 那么 pH 值体液血液低于 7.0， 人就要生大病，低于 6.8 人就会死亡。医学研究同时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所有癌症病人都是酸性体质。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今天我们拿 pH 测试机，化学上叫芬莱试剂，我们来测一下，看测 pH 值了。好，我们用芬莱试剂滴到纯净水，我们滴个 3D 看看，这杯纯净水是黄色的。那么这一杯经过我们加德利饮水宝过滤的，我们滴 3D 下去看看，是蓝色的。大家来看看对比一下，这是黄色的对比卡里，我们是酸性水，这杯是碱性水。好，这是我们加德利饮水宝、沐浴宝的第三功能，是露解化功能。好，我们刚才做了实验，三个功能做了，反过来跟大家说说，我们第四大功能是自动净化功能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把拿着一杯自来水，我们把它倒满，我们沿用这个余力测试机再加一下，我们搅拌一下，这杯水是黄了的。那么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，我们在喝绿杯的水怎么洗下去跳回家就能喝，这就是水的自动净化能力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，我们加德利饮水宝、沐浴宝的水跟市面上的矿泉水、纯净水、自来水生活用的这四种的对比一下，能自动净化效果。我们把这杯还有漂白粉的自来水分成四杯，第一杯我们拿矿泉水去稀释一下，看能不能净化，不会的。第二杯我们拿纯净水去稀释一下，大家发现没有，也不会自净的。第三杯我们用自来水去自动净化，发现也不能自净。第四杯我们用加德利饮水宝的滤芯，我们去把自来水过滤下去，就这么一点它马上就自动净化，看到了没有？所以我们的水有很强的自动净化能力。我们这里看，我把这边水倒到这一杯，也马上自动净化；倒到这一杯，也马上走；倒到这一杯，所有的水都被净化了。这就是我们加德利饮水宝、沐浴宝的自净功能。这是第四个功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展示一下我们加德利饮水宝、沐浴宝第五个功能，叫抗氧化功能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也用这四种水来对比一下它的抗氧化能力。第一杯也是矿泉水，我们倒一杯，
第二杯我们纯净水倒一杯，第三杯我们自来水倒一杯，第四杯自来水经过我们加德利爱生活饮水保证旅行过滤一杯。流速慢一点，没有压力，家人们哈，有压力的时候流速很快的。好，我们第四杯过滤好了。我们这四杯水，矿泉水、纯净水、自来水，我们自来水经过我们饮水保滤性过滤，我们拿点检点滴来测试一下。点滴是产氧化剂，各位家人们都知道。我们第一杯矿泉水，我们第一滴搅拌一下，被氧化了，黄了。第二杯纯净水，我们搅拌第一滴，被氧化了，黄了。第三杯自来水，我们搅拌第一滴，也被氧化了，黄了。第四杯我们第一滴不会氧化，我们滴两次也不会氧化，我们的滴第三次也不会氧化，所以说它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。好，家人们要明白，它抗氧化能力有一个限制，不是无限制的。上次我发现有个家人就是拿一点点水把那个碘酒倒下去，那就特苦了，做不到的哈。这是我们加德利饮水宝沐浴宝它的第一大功效，抗氧化能力。那么接下去我只给大家展示最后一个功能，叫做小分子团活性水，它的活化能力。好，我们也用这四种水来对比小分子水、矿泉水、纯净水、自来水，也是自来水经过我们加德利饮水保滤芯，那这种水我们拿栏目水来做实验。做栏目水我强调一下，家人们要记住，要用上海英雄牌纯栏目水，标号是203的，不要去用那些其他的什么墨水和黑墨水，甚至有些家人们在网上淘宝上买到什么工业污染剂去用，这些是有毒的，希望家人们引起重视，别去乱用啊。文具店有卖的英雄牌纯栏目水203，我们在每杯水里滴一滴。这四杯水我们滴了纯栏目水，我们第一杯搅拌一下是矿泉水，分解不了都来了。第二杯纯净水也分解不了来了。第三杯自来水也分解不了来了。第四杯是自来水经过我们加德利饮水保证滤芯过滤的，一搅坏马上就分解了，它有很强的分解能力。所以这是我们加德利爱生活饮水保沐浴宝的第六大功效，小分子牌活性水，它能很强的分解。所以各位家人们，今天的实验视频到这里结束，但是我跟大家说，用好我们加德利爱生活饮水宝沐浴宝的水，按说明书上后贴小贴士去用，一天九次喝水加上洗的，会给你人生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效果。好多亚健康疾病通过喝水提高人体身体的免疫能力、治愈能力，它自然会愈合了。好了，这是给大家的福报，也是要拜托大家去传播的一个事业，感恩大家，谢谢谢谢。那最后我口干了，把这杯水喝掉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